性，真如其道，从因来果，生正觉，应供饶益有情，三谛圆融微妙，净遍地，深如海，宿命天眼六尽，明行足，净三业，万行完，福慧足。但搁开始啊，化成如品啊，释迦牟尼佛开始要讲佛。成佛因缘，那就是佛佛道同啊，每一尊佛啊，都是爱十好具足，啊十好呢，那就是表示佛十好的德。圆满啊！现在佛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是阿弥过去，过去这三千顶点劫以前呐，无用所劫，诶，佛成佛也是同款阿弥哦。大通地性佛啊，同款也是爱得好缘机，十好机足。所以，咱后面的文呐、啊，还是同款有这十好，啊，咱都爱真用心去了解十好啊。每一尊佛啊，都是阿弥完成的。每一尊佛是阿弥完成，将来啦，咱成佛，嘛是爱记住这的德甲福，拢总会当完成。这就是啊，修行。过程，甲修行的因而来一个，那必定呢，爱成如来之道。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真如本性。那到底要安怎样成佛呢？那就是爱启动咱的真如本性咯，人人本具啊，所以爱成真如之道，这就是道理啦，就是真理啦。真如本性呢，就是清净无染的真理，所以就是。成就这个真理，人人本来具有，人人可通达的道理，咱就是爱安尼的道理而来啦。那也就开始过程，因，咱做什么因啊？结什么果？这就是真真明确的道理啊！种一粒花的种子，伊生出来一定呢，就是一丛花。伊咱家种一粒豆啊的种子，生出来一定是豆。绝对袂讲哦，啊，花变成了豆，这
道就是道，花就是花，树就是树，草就是草，各有伊个因啊，因就是清净咯。所以从因来讲，咱的修行过程，咱安怎修？是修小乘佛呢？那你就得生闻果啦，修中乘，那你就是得缘觉的果。所以咱爱修的是菩萨，所以咱一定爱行菩萨因呐，就得菩萨果。菩萨的尽头呢？菩萨是因，成佛是果，所以这个过程菩萨的因的过程啊，结果呢，就是成正觉啦。所以成如来，即度众因来果，成正觉，那就是。成佛，成正觉了后，那就是应用啦，应人间的供养，那就是为着要饶益有情，接近众生啦，众生啊，对佛，迄个敬的供养啊。行的供养，众生起敬心啦，众生受犯的身体力行啦，这呢叫做饶益有情，三谛圆融微妙，啊，听闻佛的话啦。就是啊，会当得一切谛、道种谛、一切种谛，这呢叫做三谛圆融。这咱伫方便品啊，拢一直咧解释这三谛，那就是啊，咱爱成佛，咱爱。在菩萨道中的这个因，立众生，因引众生群中造福，那么众生群中呢，体会因缘果报，体会苦集。顶顶无量数的道理呢，就是从行菩萨道过来，所以会当三谛圆融微妙，真正的微细啦，透彻的道理呢，拢清楚啊。正遍谛就是智慧，智慧啊。深如海啊，一种这虚空法界啊，深亲像海，宽亲像虚空，这无不了解清楚，众生顶顶啊。这个宿命天眼六尽，那宿命明，天眼明，六尽明啊，三明六通啊，一切种种具足，咱若会当正遍谛，自然咱三明六通啊，这。开启智慧如海啊，
这就是咱爱的因，安尼呢不断修啊，修到利益众生，修到呢这种天眼了尽啊，宿命顶顶啊，拢总会当通达了解，真正的理性，这就是修行的过程。也搁伫明行足啊，明行足，咱爱净三业，明行，达项拢总爱真清楚、真透彻、真了解呀、啊，一切拢总记住，爱将这个净三业。心口以三业吧，同时呢，万行完，福慧足，在咧修行人群中啦，讲话咱一定爱讲有教育的话，净化人心的话。爱开启众生的转眉为我的语言，这开启无不多是法来教化众生，行无不多是利益人群呐、啊，在人群中啊。无不都是造福人间，心呢意啊，时时去除烦恼啊，起心动念，无不都是利益众生。一个人啊，会专心行，一个口。利益众生，行利益众生啊，心造福众生，亲像安尼万行俱足，爱不断啊，生生世世来来回回，就把咱的身心呢，完全透彻。无污染，明澈如琉璃呀，一点啊都无污染呐。这福甲慧呢，安尼记住，就安尼过啦。这就是啊，修行的过程，成如来之道，种因之果。一直到成正觉呢，那就是安尼一直来咯吼，那么就爱了解佛法各路去呢，这是否还是爱搁再继续，大家人搁较清楚，希望人人从因果的过程啊，成为。二好，这呢，咱爱清楚了解，所以一开头化成如品啊，开头呢就开始要介绍大通地性佛啦，以过程哦，所以佛陀。前面的文就安尼讲，佛过慈悲丘，乃往过去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无尽其劫，无量无边。人讲过去啦，三千尘沙，尘点劫啊！到底是多久啦？
无法度了解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无尽奇境，正长久的时间啊！所以念时有佛名大通地性如来，就是性真如之道啦，从因自果而来，性正觉。那是真长久以前，无法度呢去数计的时间，安尼呢，一直到个成佛吼。那应供这位如来，具足了应供正遍知明行足，善摄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众生，天人师佛世尊。咱拄则开头上面就讲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咯，咱了解啦。应供就是爱的，会当了悟一切有情啊，这就是佛陀爱接近众生，予众生有机会呢，会当体会佛法的道理吼。所以应供呢，一过程啦，唔只是干那教育有情，要教育有情啊，也都爱家己本身爱下功夫，下什么功夫啊？断一切恶，难修行啊，就是爱断除一切恶啦，一切恶那爱修一切善。讲起来这么简单呐、啊，这个恶大小的恶啦，是是世界目睭都看不到，真真正正的迄、那个起心动念、微细的烦恼啦，干那要离己，那对人无利，而且呢有害。虽然你看不到，迄、那个心思微细，这种的烦恼呢，那是叫做恶啊。连这种心思微细的恶，都拢总爱断除哦，所以叫做断一切之恶。那修行都爱修个心啊，就是遐尼干净啊，应受人天共用。那会当断个遐尼干净啊，真呢？才会当叫做应供，这个时阵呢，得完成啦，也堪得受呢，人天来供养。供养有利的供养、敬的供养、行的供养，到个行的供养啦，那就是众生开始修行了。真呢，就是教育有情，一切众生呢，因为有佛出现在人间呐，才有这个机会呢，接受佛法，佛法入心呐，才会当三地圆融啊，一直教到迄个最微妙的境界，那这份一切谛，自然谛呀、啊，一切谛就是自然谛呀、啊，真自然的智慧，与天地合一，智慧呀、啊，这种道种谛，
这一切道啦，就是呢，来自于这个智慧来，搁在一切种智慧，那这种一地一层深过一层，一地呢深甲最最微妙，迄种圆融的智慧，真呢就是真正应用的目的吼。有法度到安尼的程度啦，堪得受天人的供养。净遍地呢，就是集一切地，以一切法，无不了地。那不只是咱家己断了一切恶修，一切地具足啦，那就是呢，那天地万物啦，无一。不了地呢，这种智慧吼，虚空遍法界呢，一切道理啦，无不明了清楚，明行足啦。这个明行足呢，明就是三明吼。三明啊，都他都讲过去啦。咱就是天干明、色明明、六尽明啊，这一定呢爱甲咱所有的善呐，拢总爱普遍入咱的心。行是咱的行动力吼，那就是心口意业正真清净，咱拢爱正真清净啊，以自愿力。伫咱开始发心入愿啦，一切自行拢是伫咱所伫咧修行的过程中。一切善呢，修甲隆重圆满啦。再来就是善舍，善舍善就是灵舍是往吼，善舍就是起来自在啦，将灭诶凡夫地啦。往以地地到圣人的境界去，这呢就是善将灭香，往以地地，这叫做善舍，来去自如啦。舍就是往啊，那么来吼、哦、就将灭香啊。灭来到角，就是地的地方啦，这起来自在，叫做善舍。咱凡夫呢，就是由不得自己，这叫做凡夫。那么，咱要爱了解代志呢，法爱不断入心嘛。行真如之道，就是法。行这个法啊，到咱未来要去的地方，这叫做善舍，来去自如啦，行住自在呀、啊。真的，就是修行的过程啦、啊。不过到佛觉悟的境界，那就是。应众生所需要，应舍来人间度众生，所以这叫做善舍。世间界呢，就是
世间出世间啊，因果诸法无不了解吼、哦，在世间啊，一切一切拢总了解了吼、哦。那无上师呢，就是业现精进呐，这境无所断，已经所有的这个烦恼无明。拢完全断除啊啦！你就是要阁断嘛，无物件断啦，完全的清净无染着啊，一点啊顾虑都无，一点啊烦恼都无啊，正直清净的境界咯，所以境无所断，已经是。透彻清净呐，调御丈夫啊，佛令调御一切苦道之丈夫，引入修道的这个轨道来，以会当通调御一切众生啊，众生呢，唔止干那人，所有一切的心灵。所有一切生灵呢，各有习性啊。这修行觉者，伊拢会当了解啦，来找因缘呐，苦道的时，那无不度化吼，所以一一呢，就会当引入修道的这个。归道来，这就是叫做度化众生吼，调御众生啦。再来是天人师啊，六处中呢，天与人无不以佛为师，这就是佛要教导的众生。佛是三界导师啊。四生诸佛啊，三界中呢，无不都是以佛为师啊，用众生的根基啦，前后度化哦。佛呢，就是智慧具足，三界圆满呐，所以称名为佛。世尊就是以佛具万德世所尊重，所以称为世尊，以世独尊呐。这就是佛以德吼，这个所以有阿弥，这具足阿弥的德呢，所以会当。称呼如来成如实之道，如来正成正觉，二呢应供应受人天的供养。那三呢是正遍地，正遍地一切法，所有一切完全拢了解。四呢，明行足是色明明、天眼明、六尽明等三明，以性行、幻行、天行、应字行等等啦。这甚至呢，
现为定性，那就是大义王哦。定啊，五行呢，色界气象吼，这一定爱过程，这都是拢伫咧救济众生啊。五呢，就是善色、自在、福气、热、意、涅槃，自在啦，起来啦，一直到入涅槃，那就是圆满啦。声音啦，来过呢，一直到个最后呢，那就是入涅槃，入涅槃呢。就是灭掉了生死啦，唔免搁再为生死而来人间，就是一再来人间呢，他就是为度众生而来啦。所以呢，叫做自在，自在好气，就是气来自在，未讲吼由不得自己了吼。来去自在啦，在迄个静静中，哪怕是来到人间，五浊恶世，也是同款自在无碍。人那就是世间界明了解一切世间的事理，这世间事啊，世间理啊。真正是真难，难得会当了解。有当时会感觉，哪会是安尼？真正是想未通啦。啊，不过呢，人事就是安尼，这么复杂啊。人世间呐，明明呢，道理是安尼，是安怎？做安尼的代志呢？这个代志是违背了这个理啊！父母会传宗接代，所以呢，就是爱搁再有囝啊！父母呢，尽心请囝，那囝呢，应该爱尽心顺孝。这呢是天经地义呀，确实呢，唔是安尼。世间偌呢正多呢，不孝恶业啊，这种，这就是不利违背道理啦。啊，这违背道理的代志呢，这为什么人要安尼做呢？那就是无明覆盖，覆盖着咱的真如本性，类似这安尼啦，这种的道理已经是违背，那就是脱轨。所以咱人那知影这孝道，常常一句话讲：必先孝为先。是真有孝心的人，他一定是友爱兄弟，忠义朋友，安尼伫咧做代志啦，都袂讲违背道理。也那是第一项，对出世来，甲父母的中间，道理都已经违背啦。甲兄弟的情，要哪会顺呢？甲兄弟都无情啦，甲朋友敢会讲道理呢？敢会情义呢？哦，这就是真难咯。所以讲，
要了解世间啊，实在是真困难。那么，你会当了解世间的人人的心思啦，虽然知啦，是要安怎去度化伊呢？无简单啦，爱真多因缘际遇，才有法度。所以讲。要度众生嘛，唔是遐尼简单呀。要修道得道啦，嘛无遐尼简单啦。咱个业无明真多，惹废了真如本性，看袂到道理，所以呢，伊无迄个因缘接受佛法。就是看到佛法精啊，也未起欢喜心嘛，家己的无明困扰家己的心，安尼远离三宝，这种无法度直接思甲理啦，理未清啦，这款的世间呐，真正是。真难理解吼，明明都、就是道理，都是安尼，也会当安尼讲，确实呢，无一定呢，伊会当安尼了解，所以这些真难度吼，世间事，所以这个世间界啦。真正无简单啦吼！要讲成西啊，修甲真好吼，下来去自如独善其身啦，声闻缘觉罗汉拢有法度，但是呢，要叫伊世间界啦，那就无办法了，因为呢。要世间界爱展开了心，心包太虚啊，两周三界爱到迄个正遍地明行种，即种所有的道理拢真透彻、真了解，一直到雕泥重夫呢。嘛，都爱看因缘呐，来调伏众生。众生有千千万万种的性，要安怎样去接近伊的性？要安怎样去调伏伊的心？这都已经无简单了，已经是真困难，何况呢？在这个世间啊，一切都是世间所做出来的。地界五鬼畜生，嘛是伫世间人啊，这个人的心嘛，一念恶，那就是伫地界五鬼畜生的因就成啊啦。所以这就是在世间，世间呢，伊就是凡圣、凡夫、甲圣人呐，善甲恶呢，伊根源就是在世间呢。所以，要世间会当透彻了解啦，无简单。这伫咱大家人呢。人生啊，无不都是伫世间，咱所受、所接触着，顶顶的无奈，顶顶呢的烦恼，无不都是伫这个世间的复杂，咱无法度了解。但是佛啊，到个觉悟了后，的圣人、觉者。佛啊，伊呢世间界已经呢透彻了解了，了解一切
世间的事理，不只是物啊，物啊，事啊，理啊，完全透彻了解。啊，这实在是真无简单呐！就是已经了解这么这么透彻，那么就是至高无上的人，那就是大觉者了吼。这调御众生，会当通调伏一切众生了啦。这众生的心性、起心动念等等呢？伊都有法度去调伏，那就是爱万德俱圆呐。人拢总呢，完全万行圆呐，福慧具足，这个时阵才有法度呢，这种去调御一切众生，成为一位呢调御的大丈夫啊。所以天人师佛是一切天人的导师，三界导师吗？是，这是佛世尊呐、啊，这佛就是大觉者，世尊呐、啊，受世间人呢所尊重的吼。不管是调御众生、天人师吼，或者是呢，这个佛世尊，这隆重呢，要经过了无量数劫，不断啊，家己自身从凡夫的开始，一直呢，从了解。了解了，人人本具佛性，就亲像咱即卖现在有了解未？了解啦，相信无？相信啦，相信我家己本身呢有真如清净无染的本性，我了解啦，从迄个了解。真如本性，相信开始。真如的道呢，是要安怎起点？从人间开始起点。人间，咱即马伫世间啦，咱才会当真正听法。听法呢，予咱一个方向，讲咱也是依佛。当顶啊，有真如本性，起点予咱知啦。既然知啊呢，那么咱更应该呢，就爱以这个道理来行。所以行如是因吼，爱从从因来讲。咱拄只所讲过去吼，因呐，那这粒种子开始伫咱的内心呐，那从因到果，安尼呢不断去体会，这伫人群中来来回回啦，咱拢唔通脱轨去，从做人开始，拢唔通脱轨。那么就是要不断的正善因呐，不断生生世世，哪怕呢，都亲像大通智性佛啦，
迄、那个时代遐尼久遐尼久以前，大千世界啊，顶点劫啦，安尼过来，哪怕是遮长的世间，咱也都爱下定决心。所以咱最近一直一直讲啊，受祭品啊，爱搁再经过偌尼正罪劫啊，舍利弗、迦叶尊者、故迦建言、须菩提、目犍连，看，迄拢爱经历几百万亿劫的时间。一直要和大家人讲，咱爱耐得住心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咱从了解咱的真如本性开始，从第一念在人间听佛法，安尼开始啦。咱爱以这条的轨道。生生世世修善因，那么善因啊，都爱如法修行，行在这个果上哦，这个因呢，那咱应该爱一直往前前进，咱才有法度呢，那将因啊来果。生生世世啦，一生啦，那结果呢？就是政治。咱的政治呢，每一世人，你甲偌济人结偌济因，这个善因啦，迄个缘呢，都累积起来。那果，这个因的。就是你要度的人，你这世人甲伊结善因咯，那来世人啊，这个因呢，来世人成果，就是我要度的人，这每生每世啦，一世人再搁再一世人，就是一年的果树。从一粒种子开始，咱要一直培养到这丛树啊开花结果。今年呢，这个时阵乃至期啦，乃至当得了旺盛盛的时，你看满街路拢是有乃至的果实啊。那每一粒子呢？你搁个种啊，还是呢？搁一丛树，搁一丛树，来年呐、啊，又是搁再，大丛伊开开花结果，还是累累。敢那一丛呐、啊，伊就会年年呢，不断的结果，年年不断的咧结果呢，这一生无量。迄、那个年年的结果呢？年年呢，搁再去播种，搁较普遍呢，搁再不断不断的延，直直传去啊！这就是佛要度众生啊，从因来果，要度众生呢，目的就是众生，佛的对象啊，叫做众生。那无有未烦恼的众生，哪有佛呢？所以佛来人间是一个对象，那对伊愈有缘，缘愈多呢，那伊就会当愈幸福，就愈接近啦。这叫做幸如来之道吼，众因来。就不断不断的生生世世不断地在结好缘呐，不断的在生这个果实，那果实不断的成为因，因呢再复
为言啊，言呢再合为果哈。那、啊、这所报的呢，那就是生活啦。这都是要用真长久的时间，这干那一个如来啦。咱都有真多的道理爱讲哦，都有真多呢。咱爱去了解的话，干那伫一个如来，咱的本性，真如回归到咱的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呢，是叮叮塔塔的无明，干咱覆盖。咱知影有这个真如本性，干那要。自己啦，你一点一点的烦恼去除，再来呢，一分一分的善呢付出，那一个一个的缘的结，然后这个善因善缘呐，那一个一个再传去，一方面呐，一直伫咧去除无明。一方面，甲大家人结善缘，伫善缘中呢，体会真理；那伫真理中呢，正中慧明。这种的循环呐、啊，这就是要用真长久的时间咯、哦。所以呢，干那是从因来果啦。这性正觉回归到咱真如的本性，那就是以天地宇宙啦，汇合而一。安尼，这一个都爱来人间摇曳幽静，就是安尼已经拢总彻底觉悟，但是呢，人间幽静啦。就是嘛是真多，所以也都爱搁在愿意呢，成因来果啦，来应世人间呐、啊，摇曳幽静呐，这是偌呢正微妙的道理呀、啊，实在是种微妙，这来来回回呀、啊，真正是迄个道理呢。要会当教甲真正哩运用真微妙啦，这就是咱所得要学的，唔是干那讲哦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哩真简单哩定，这是咱凡夫的开始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就是开始学佛啦，咱的起头。咱知影，咱有佛性，咱爱修行。修行的开头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啊，一直呢，来回来回，这个善从浅而深，这才是真正。咱爱要去了解，要去探讨，啊，应从正遍地明行足，善世世间界。无上师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，世尊念起来呢，安尼真顺口，都安尼过啊，可了解？这每一号的内底啦，都是积聚了运用的万德啦，这种万行万德呢，真运用啊，这会当。福慧两具足呢，这不是真简单呐、啊。所以咱无简单的代志，这是咱特别向前行的路。只要咱一点心呐、啊，坚定呐、啊，那方向无偏差，将因来果成正觉，并不困难。所以爱时时多。用心啊！